你等一会儿再爬这个地方看它均匀的意思。对。加上这个鱼肥，它不粘，不得粘。就很均匀了哈，现在就别去油，你别说了，你面条了，再把那袋子再撕。没事，没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这是吧？没有不粘了，你过去能挂在这挂了。不是，没有把它停止，就等放着了，停止就等放着。报什么？OK， 可以了哈。